玩磁轴键盘的应该没有不认识磁域轴的吧？现在又一次迭代升级，加大龙磁域 Pro， 结构上延续了中心磁位 PG 上盖 POM 轴心 PA66 尼龙底壳，当然底壳依旧是做了封底处理，传统十字轴心 PC 上盖灯位做了升级，改成凸透镜，并且有一点点的雾面油光效果。另外底壳底部增加了防伪二维码标识，不得不说磁域此前真的很火。轴心稳定性对比相比初代磁轴提升显而易见，并且这个稳定性十字轴心轴体里面很优秀了，而十字轴心方案加封底以及轴心柱触底的组合下，声音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，触底回弹撞击听感都要更集中。并且对比手上另一颗定制磁域，裸轴按压状态还是能够听出一丝杂声，而这一颗新的磁域 Pro 则完全没有这种杂声。把轴体尝试插到当前满配填充 Gasket 机械轴套件里面，还别说声音并不比机械轴差，目前接触下来最 Hi-Fi 的磁轴。当然对于磁轴性能强才是真的强，在按键形成公差上做到了 0.1 毫米，触底磁动量公差仅正-30，精度 T0 级的调教。 Armilon BIOS65 上简单做了触底断触测试，稳定 0.02 不断触。关于手感，整个按压过程包括触断没有半点卡色感，全行程的顺畅顺滑，而轴体配的是一根20毫米长弹簧，初始压力略微增加达到36克力，这一个压力以及启动不卡色，对于平时把触发调得非常极限的用户更趁手更稳的，丝滑好听性能强，这就是新的加德龙磁域 Pro 啊。